好，我们现在就来做一些题目，一些练习。好，第一个要回答这些问题。第一题，请问你上弦月黄昏时，月亮在哪里？好，老师说要看时间，要看方位，要看月相。好，所有题目的第一步，画地球，画太阳。太阳画哪里不重要，但是要画。你画太阳之后，才知道谁是白天的中间叫正午，谁是晚上中间叫子夜，谁是卡中间的朔，谁是放旁边的卦。第二件事情，让地球会转。顺时钟、逆时钟随便都可以，但是一定要会转。会转你才知道谁是白天进晚上黄昏，谁是晚上进白天清晨，谁是先到的上弦，谁是后到的下弦。这样做完之后，方位、时间、月相就可以确定。好，第一件事情做完，画地球、画太阳，让地球会转。然后看题目要求，题目要求上弦月黄昏时。好，上弦月，图上面上下左右，上弦月在哪里？在哪边？上面，很好。卡中间叫做朔，放旁边叫做旺。逆时钟转，先到的叫做上弦。第二，黄昏时，黄昏是时间，时间是日地人的关系。人在哪边叫做黄昏？上下左右。上。这边的右手边是白天的中间叫正午，然后左手边是晚上，中间叫做子夜，右边是白天，左边晚上，白天即晚上叫做黄昏，所以人在这里。哎，牛底兜里嘞，在哪里叫做方位，对不对？老师说方位看什么？地球自转，地球怎么转？北极向下看，逆时钟由西向东自转。哇嘞，月亮既不在西边，也不在东边，画在前面。画在前面什么意思啊？这是一个立体的图压扁，画在前面是立体的图，这是一个立体的图压扁。月亮在这里，人在这里，压扁在张纸上，空，画在前面，所以月亮在这个地方，所以画在前面。啊，这里是哪里？文言文，通过子午线。什么叫子午线？把你地理上所学的经线扩大到天上，就叫做子午线。文言文通过子午线。普通文言文，天顶附近；白话文，头顶附近。所以，画在前面什么意思？画在前面的意思就是“哎牛底兜里”，哎牛在天顶附近、头顶附近。所以这就是我们解决问题的方式。好，老师再说一次：第一步，画地球、画太阳，然后让地球会转，接着看题目的要求。照题目要求做，然后答案就出来了 ，OK 吗 ？OK， 你好，好。然后我现在要跟各位说，我刚才说画地球、画太阳，太阳画哪里不重要，让地球会转，怎么转也不重要。那我们要来做一些示范。第一步，画地球、画太阳。大部分的题目，太阳都画左边跟右边。赖黄川师跟我都画过上面跟下面。第二步，让地球会转。大多数的题目，地球都是北极向下看逆时钟。赖黄川师跟我都画过顺时钟。上弦月黄昏时，哪边上弦月？上下左右，下错，右对。卡中间叫做朔，放旁边叫做旺，这样转先到叫做上弦。第二步，黄昏时，朗底兜一下黄昏，上下左右，右边，上面叫白天，下面叫晚上，白天基本上叫黄昏。人家月在哪里？画在前面。老师说画前面什么意思？头顶附近。所以呢，哎，牛底在。头顶附近。老师说，第一步画地球、画太阳。这个太阳跟刚才画的不太一样。
好，说第二步让地球会转，我们就正常一点，逆时钟转。上斜月底都一上下左右，下下卡中间叫做朔，放旁边叫做望，先到叫做上斜。黄昏哪里动？下下。左边叫做白天，右边叫做晚上，白天基本上叫做黄昏。画哪里？前面。老师说画前面什么意思？头顶附近。答案通通都一样，当然都一样。重点是什么？重点是我告诉你过若琳的话。第一步画地球，画太阳，太阳画哪里？不重要。第二步让地球会转，怎么转也不重要，但是就是要让它有太阳，让它会转，然后按照题目的要求解答就可以了。有人有问题吗？没，很好。好，那么下一题。他说上弦月的月亮何时升起，何时月落下。老师说第一步画地球画太阳，老师说第二步让地球会转，题目要求上弦月，上弦月比都圆，上面何时升起何时落下，一个小技巧，连到地球写个 T， 顺着转动方向，顺着转动方向升起落下，转动方向逆时钟，这样叫做升起，这样叫做落下。OK， 那这里什么时候？白天的中间叫做正午啊，对面呢？子夜，子夜。所以呢，正午升起，子夜落下。我们可以检查一下，地球由西向东转，正午的时候，哎，牛底东边，没错。升起，子夜的时候，哎，牛底西边，没错，落下 ，OK。所以何时升起，何时落下？正午升起，子夜落下，可以吗？可以。好，再看，请问你，你这个时候看得到月亮吗？为什么？白天嘛，这个看得到，对不对？午夜十二点以前，上弦月的说法一。农历上半个月叫做上弦月，下半个月叫做下弦月。说法二，上半夜看到的叫上弦月，午夜十二点以前看到的叫做上弦月，午夜十二点看到的叫做上弦月。OK， 下一个，上弦月哪边亮哪边暗？老师说，第一步画地球画太阳。老师说，第二步让地球。会转，上弦月哪边亮哪边暗？上弦月比都比上面，我要看它，我要举头望明月，哪边亮哪边暗？方位，老师说方位看什么？看地球自转，地球怎么转？北极向下看叫逆时钟，南极向下看叫做顺时钟，不管顺时钟逆时钟都是由西向东，这样图上看起来哪边亮哪边暗？西边亮，东边暗，西明东暗。上弦月的第三个说法，西明东暗的叫做上弦月，所以上西明东暗 ，OK 吗？哦 ，OK 吗？好，这就是我们的判断的方式，啊，就是我们解决的方法 ，OK， 没有问题，很好。